创意猪排，今天要做成宴客菜。来，欢迎张建勇师傅。这个是什么粉呢？前面是多利多汁，压碎的多利多汁，对，然后最后裹在外面，对，这样当着面包粉的效果，没错没错。哎呦，单关用这个，对，然后它脆度也不太一样，那外面的那个面衣就会很有味道，嗯，非常有味道。炸猪排可以当主食，也可以当点心，对，但今天不止，要当宴客菜。拿来宴客的话，它在整个的料材料。视觉跟味觉都要跟一般不一样，是的，他特别为我们创意一下，来，菜名叫做意式风味炸猪排。意式的主要元素是什么？我今天想要教大家做一个凯撒酱。凯撒，对，凯撒沙拉的凯撒，对，凯撒沙拉的凯撒酱。哦，好哦，然后再做一个算是有点像可乐饼的内馅，可乐日式可乐饼那种。对对对，计时开始，来，我们先炸菇，炸菇。菇的炸菇的温度要多高啊？其实要170左右，我觉得高一点没有关系。170，你如果没有高，很容易吸油啊。对，蔬菜类的是不是都要高一点？我不能160下去180起来吗？可以，但是因为它时间很短，所以你大概温度高一点下去比较好。哦，时间短。它菇不管是香菇啊、蘑菇、杏鲍菇，任何的菇，除了金针菇之外，它是像海绵一样很会吸油。所以只要切记起锅的温度不能低，一定要对，起锅温度不能低。好，这边来拌一个。鲔鱼酱，这两个东西是我多加的，鲔鱼跟松露碎，凯撒酱的四个基本元素。鲔鱼酱跟松露酱，凯撒酱基本四个元素是 cheese 粉、蒜碎、蒜末，哇，好多，美乃滋，哦，还有提鱼，提鱼，对，这四个元素就可以做成凯撒酱的酱汁。哦，你提鱼加一点而已哈。对，那这个的话，贝粉、蒜末、美乃滋。对，这个的话，英国皇室是不能吃的。没有，美乃滋粉、cheese 粉啊，cheese 粉、蒜末、美乃滋。对，不能因为夏天就加贝粉。cheese 粉变贝粉，谁不一样哦？谁不一样？这边拌了一些 cheese 丝哈，不是痱子粉哈，然后干贝丝、洋葱丁，你现在放在猪排里面的内馅是吧？对， cheese 丝，然后薯泥嘛，然后我们的洋葱丁这样子。哦，你的菇要炸到什么时候？我觉得让它继续炸没关系。哇，你这样看好像一颗水饺。很像韭菜盒啊，对，不加韭菜已经差不多丢了，丢一半了。可以，可以起来的吗？先等一下，没关系。我要炸这么久，还可以再炸哦。Doritos 那个饼干跟平常洋芋片的那个感觉有质感上或咬起来不一样，比较硬。一个是用玉米，对，马铃薯，对，一个是马铃薯，而且如果你也可以变换。用可乐果的话，其实味道也很棒。蚕豆，可乐果也可以，嗯，蚕豆酥，对，嗯，哇，这个一定好吃，嗯，因为有的猪排那个就是太厚了。那的多利多汁如果再遇到太高温，它不会变黑吗？会哦，所以它现在加油进去了。哦，你那温度已经不高了，你就加油，没有，稍微温度太高，对啊，降一下。好，这时候我们来炒，哦，这边也是大量的蒜进来，哇，干辣椒，什么虾？什么虾？哦，虾。有没有乡音嘞？什么虾？这是什么虾？虾虾肉。虾跟西港虾，那不用它不用什么调味啊？也是要哦。这时候白葡萄酒进来。哦。Yeah。 哦，不会有火焰，不用担心哈。那个期待。来。哦，这个巴西利需要调咸嘛？哈。要。所以刚刚的油脂，你就用蘑菇的油就够了，进去拌炒它。对，这样就够了。哎，这如果旁边那个意大利面再撒下去的话，哦，橄榄油，我再加。哇，这个太正点了，这就很好吃了。啊，哇，这样就很好吃了。再来一杯白酒。15啊，哦，有点辣，好大汁哦。对，很大，我才问他说是什么虾，哪里的什么虾？因为这个虾品质很好，对，那虾真的很好，叫海虾，海虾哈，所以有多叫几只啊？你怎么看出来是海的不是河的？倒数最后一分钟，虾肉吗？对，虾肉跟它的那个壳的部分，如果纯海水的颜色会比较深。哦，生菜也稍微调味一下哈。通常的白虾比较淡一点点，对。它有生命反应呢，有差不多，就让它生命迹象。对，
我们这边放一点柠檬角，等一下那个蒜虾也可以吃，猪排也可以吃哦。哇哇，这样子搞起来其实就是一个拼嘛，对，嗯，这个猪排的一个拼盘，拼盘，拼盘，嗯，这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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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。哎，我们拍的薄了，所以它拍的薄了。哦，他拍过。你那个拍有没有什么技巧啊？拍的？不要扯，直接往下压。不要扯，我扯会裂会破。你不要告诉他。完成了吗？因为他等一下要。刚好完成。哎呦，漂亮，意思出发。是菇。哦。哦，你的猪排真的没味道。你刚吃太咸了。真的没味道。有什么味道？詹姆斯大哥，詹姆斯的味道很明显。你没有吃到痱子粉的味道？没有没有。痱子粉啊，口误要一直讲一直讲。刚才就觉得那菇会不会炸太久？但是其实这样子很刚好哎。梅汁油，这种重点是梅汁油。嗯嗯。然后羊肉脆入海的，哇，油温掌握的好。嗯嗯。因为所以不会有油味，嗯，一点油的油感都没有。下次超好吃。哦，清爽的不行，好，嗯，好像炒出来的。嗯。哦，我这个下一个咬下去就听到脆度，嗯，打很肥嫩，肥嫩。他们可能觉得没什么味道，但我说的味道蛮，味道蛮足。然后尾鱼的那个 creamy 的那个口感，炸的那个跟炸的是非常搭的，嗯嗯，不会太干，嗯。哦，这个虾效果好哎，这猪排好好吃，看来家里面可以这样搞，漂亮，掌声鼓励，漂亮，嗯。